请问里面这位姑娘，你跟立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两个呢是最常进出立冬家的双人组，还双人。我们在冬天最能温暖立冬的心，哎呦，就爱跟冬窝一起。哎，我以为会用那个变声麦克风，如果是用变声麦克风，那已经是细小瓜加阿修，是是是，差不多这种组合。那这个声音，但是这个声音是本人的，熟悉嘛，所以偶尔听出来，听出来，而且跟你窝在一起的呢，哎，还窝在一起呢。对啊，来欢迎两位关系人出场。一直来了。哎，你们是如何成为好朋友哈？我们算是在通告上认识的。对。那我是因为他认识的，他介绍我们认识。啊，大家一起上通告久了啊，就是下班大家一起去吃饭。那立冬难道没有出手吗？哎，这个不好说，不好说。这个不好说啊，就说吧。没有出脚啊？对啊，聊聊看嘛，演艺圈里面还有什么秘密是逃得过我的法眼啊？就我们都会一起去他家吃火锅了，火锅不是玩游戏啦，不是在被窝。然后圣诞节都交换礼物，这样每一年交换礼物，几人出几趟？封闭啦，习惯也封闭啦。实质上也啦，那看这个立冬啊，也算是事业上越来越有进展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也这个从代班里面，今天也总算被淘汰了。是这样，光荣结业。我们读书也都会毕业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、加油啦哈！那我们两个继续留校查看，好吧 ？OK 啦，你们继续。今天我们就欢送他，来一个欢送的表演，好不好？精心策划的表演，麻辣火锅一直吃。哎呦，吃火锅。加什么料？下全王火锅里，星星草，哇，有影射的意味吗？火锅我最爱，就是要，再加一点汁，然后捞一条。什么台词？地震！哇，怎么了？有地震！啦，有地震，好可怕哦！啊，躲起来！啊，对了，有地震，要躲起来！哎。哦，发生了什么？哪里？怎么了？哇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我要下去吗？前面好像很好玩呢。哎，他在干嘛？哎，你在冲啥？嗯。下面来换衣服。里面还这么多人，14人桌。哎呦！Don't need no holder, taking control of this kind of moment.I'm locked and loaded, completely focused. My mind is open. All that you got, gonna skin on my death. 来来来，哎，那怎么样？哎，这家麻辣锅店在哪里啊？地址都改查吧。哦哟，来没啦？莫啦。有这么爽吗？我真的会哭。
带。哎呀，滑滑我也真的king哎，真的king哎，干嘛？哪有这样子啦？这个走心，我也不要做了啦，我把我做一起告别了。想要还手，哎，你找一个人来代班吧。有诚意，在这里，支持一个艾荣，一个邱昌朗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了，办一场，办下次帮你办一场。心得，心得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吓到了，哎，真的亲哎，有诚意哎，你旁边这个纯印还在，我的妈，哇！他是说就是假亲他，然后我们觉得哦，我们都那么熟了，就直接给他最后一吻吧，最后一吻，最后一吻，亲亲，我别啊，一个吻。我听说立冬三更半夜，喝醉酒还会打给芝芝。对，哦，他喝醉酒会打电话给我，然后会撒娇，撒娇，他说你在干嘛？撒水饺吧，就是撒娇啊，撒娇。哎，半夜喝醉打的那个人真的很亲密的人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半夜打，嘿，会接电话才是问题。You got the point， 就说你们是不是有一腿？对，你没有啦。就说你是烟雾弹。我要讲，而且他们两个昨天去吃火锅，没有揪我。哦，不是，是不是呆嘛？不是不是，我们两个昨天呢是有共同朋友。对对对，然后呢约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过去的，真的吗？对，你调那个监视器，有，真的不是四个人。我看这个事情快要纸包不住火。是啊，纸包不住火。对，包不住了。纸真的包不住。没有，因为他比较晚睡啦。啊，他真的很晚睡。我们都很晚睡。他为什么就是跟他特别好？对哦。我们也有电话，我们就没有这样联络过。没有约我啊？约你吃饭，你会去吗？约高尔夫球我也去，我会打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打的怎么样？打的怎么样？不，就还在刚学而已。握杆怎么啦？哦，不是啦，这不是，这是我的车。直接抢妹妹，你哪里啊？绿灯，绿灯，今天先怎么啦？我还没烧掉，还没不要走。OK OK， 哦，今天这个表演太棒，太厉害了！哎，保温就哎，他整个捞欠瓜，你敢看？哎，不是我毛衣起毛球，穿太多了，没有毛起球。我们起毛机已经不太好，起毛机，起毛机。对呀，真的，不过太棒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再次热情给他掌声鼓励，地棒就棒，来两位请坐。